老刘，你都钓这么多了，我也来钓点。嘿，别说钓龙虾，就我这颜值，钓妹子也上钩。啊，那倒是。哎，你妈呢？今天没护着你啊？啊，我妈她说今天跟闺蜜去逛街去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昨天看你朋友圈说看电影时就是出来钓小龙虾吗？废话，难道你不知道阴天更好钓小龙虾吗？笨，我去，差点让人看出来我的阴天行动计划了。像你这嘴话，今天把你引来，我肯定让你杀人两空，有来无回。哎，大兵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我的小龙虾好香啊！也太好吃了吧！啊，我这也好了。哎，让我看看你钓了多少龙虾啊？没多少。哎呀，是没多少。你把我的虾到底过来干嘛？什么你的虾？那我问你，如果我是诸葛亮，你是周瑜，我的赤壁关口有几只草船，引来了500,000工兵，借了点箭，你也跟着我屁股后面借了点，那这功劳算谁的？你的呀？那不就得了？你钓的这些龙虾都是来找我之前钓的龙虾，都是我引来的，当然归我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你强词夺理！哎，反正今天是我先来的，都归我。你儿子，妈妈，来，都下来搬东西。啊！儿子，钓吧，钓完了妈妈给你烤龙虾吃。谢谢妈妈。来呀，儿子，快来吃。好了。你不是说你妈今天出门了吗？哎呦，小伙子，你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做啥？妈妈，难道他刚刚不是去上厕所，是去偷偷安排对付我？当然了，妈妈找兰兰阿姨、啊、都问过了，她这两天老打听咱们娘俩什么时候出门，今天就是专门带着我守着你，等你上钩调虎离山，趁你没时间晚率土治兵，他好调兵偷袭我们扬州呢。幸好有妈妈防备，不然他趁着大雾偷摸过来，我必输无疑。哎，小伙子，回头上游戏看看，我的二十万大将已经到你赤壁门口了。